挨了这么多，万一到时候东窗事发怎么办？全台湾谁不知道我龟缸公馆啊？跟你讲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建筑业钢筋有多细用多细，水泥有多细用多细，如果站不够，就填海砂跟沙烂油桶，这点小小的道理都不懂，怎么到我助理啊？啊！废物，真是的。霍先生，有人还你。走什么走？头发都剃了。走吧。就尽量好了。如果照到我脸的话，就说是伸张正义。那不如有剃头的，就说我去外国办了办注册，连这都不会啊？废物。哎呀、啊！为什么总是提到一些废物呢？气死老人家！哎呦，你再敢就没有人帮你做事啦！想要领我的钱就要当我的狗。现在在外面想要订我皮皮箱的，还挤拖拉机呢，打几个人还是会有人来应征的啦！哈哈。哎、，Lisa， 阿兰佩拿不退换车盖小姐嘞？因为我的阿爸是霍金良。
无错，出去，因为你阿爸是霍锦良，无什么理想是做袂到的。不过千万唔通为着这小小梦想来拍拍身体，来，先甲阿爸来去澳门躲两笑啊，再去酒楼把妹妹。记住，有钱不赌，对不起父母。小赌成家，大赌立业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抱有或是家训，你要铭记在心啊。阿爸，怪你了。好孩子，这才是我霍家的好男儿。哎，你啥阿郎客嘞？啊，你就讲我不管就走啊！哦，安尼哦，好啦，走嘛好啦。哎，听说啊，下一个月有一场冠盖云集的舞会，连世界舞王李俊基以及当世第一美女崔恩熙都会到场。我们家出去就是没有对象啊！你要不要去那个舞会？不要！出去一定会盛装出席，行、欸，那行，那穿咱的服装，也让请阿曼尼斯一把，小熊维尼你不带啊？啊，没带。啊，等我去年店的冠军球，我交代爱迪仔哦。没关系，真没办法，先放回去不要来钱。
第五号人送一标志的六五啦。好吧，如果他们从三点钟后就没啊，那个就没。但是也辛苦呗，不急嘞。哦，卡在这卡小，你家生的。米罗，卡在这卡小，带我关来。跨界板子，走地起飞哦，卖个操！娘，来个搭档。了解。了解。好、哦、人妞，你胆子倒不小啊！嗯，是什么人？我的冰雕，我靠，你有什么用嘛？哇，可怜你有身份证嘛？我不要紧，狗哥，我的前提为告诉哥哥，你就是你啊！我就是你啊！哇，各位观众，我人称泰国王子，健康美少年张智霖，张智霖，哇，天啊，你个大鬼！其实我有个真正的名字，光算秀秀。哦，各位观众，古天乐。Yeah,
开我，新西的卡开我，卡开我，卡开我，新西的卡开我。好，等一天。你在西头啊，妹？我这边来试看卖，为西方来赌的。你要死啊！对老爸阿姐阿姐怎念哈？好，你今天给赌了去。啊，去死啦！好，算嘛。哦，刚刚被戏都定了。哦，一要生角色扮演，爱情传两哎。哦，爸爸，爸爸，这敢是股票？哎，这是股票对啊，啊，这就是台积电啊。哎呦，我就是钱收济啊，股票开始搬，我阁嫌粗嘞。爸爸，既然你钱遮济。我看啊，你嘛就拄无你一个小李甲女女啊，无啊，明仔日伊就去天上一个。不愧是阮囝，也是你了解我。今仔日咱带出来女女甲小李，算一个较巧的哦。开开开开开会啊！我嘛做只应酬啊，我再来看嘛上酒家，放出你这间厝。找哪个好？
出去，紧紧查走呗。我看卖。应该走。哇！够忝诶，真可以。人老了就是不行。哦，你要 OK 吧 ？OK。哎，出去。你最近这两个习惯吗？阿爸，老实跟你讲，哇，两个发生事件，还搁咧想迄个查某人啊？啊，出去，你听我讲，人千万袂当失志，像当初老叫我是商场不败迄啰，商场不败的英雄。哦，所以你来继承我的支持，来听我讲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成功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成功，精神百倍了吧？阿爸，安尼讲，你是给我支持哦、喔，我你放弃。那财大气粗，有钱有势，你是要来跟人拼命啦？袂使啦，阿爸，你一定要给我斗三工。哦，既然你安尼讲啊，无我看，我先来转好啦。阿爸。这样子偏推。袂使啦。哎呦，你来这家我都无法度啊！好啊，既然你安尼讲啊。啊，不过若袂当两个人尔，无我多是人伤少啊。我已经有找人啦。哦耶，是啥人？是爸爸送。无，我即摆卡手机啊，互伊。甲靠。来，咱放下重点。诶，安那边手电筒。传。喂。爸爸送。喂。啊，你来啊未？我刚到啊。诶，到啊。无看到你啊。看到你啦。哦，太好了，真是。是要去救人？哈！救人！没错。没我，没我看，我是来等候啊。简单嘞，听我讲，苏兰，有一个苏兰嘞，要出嫁啊，苏兰。哦，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唱苏兰这条歌，我等下来到这三家，到四家都无问题啊。哦，就来出换。好，行啦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由于现在位于泰国，为尊重友邦，所以全体演员使用泰语发音，请请原谅。
快把你女人叫出来！哼，那个烂女人，我已经玩过十几遍了。哎，拿就拿去好，振作红心。对于我要杀要剐，随便你。想死哪有那么简单？伯朗咖啡，站，抓出去！是。我来到这陌生的地方，为什么我还是看不到我的恩熙呢？恩熙，恩熙，你在哪里？出去！啊？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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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在你们家，我有订单时候，这个特写我拍的，我经常拍的，对。不管你怎么见你，想看。国语啊。